抛得好远啊！这些鸟我真的抛得好远。是吗？我也是玩飞机的时候刚到外面去了呀，然后我听到一个人放我们球嘞，球在里面。你们不拿球怎么打？就是喜欢穿这个水鞋。舅舅教你打呀？然后我接住他两次。是吗？高一点容易接。这个球拍对于你们来说有点长。我得要踩死哥哥那个娃娃。把它打高一点，好接一点。不然你就把它抛起来打，这样太矮了，把它抛起来要再打。这个球拍对于你们来说有点长。你会球拍对，你是不是不会？我要用球拍去刮地板，打地板。这不按方向来的。那你要不要治疗？啊，你是想要继续痛还是要治牙齿？劝了一番，乖乖给治了。啊，几点啊？在家工半天。啊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好勇敢哦！啊，开大一点嘴巴。哦，再来再来。有那么好看吗？出到外面来。好看。看什么？我想看啊。这不是你的地板。你看痛不痛？痛。现在还痛不痛？你老是怕怕怕怕。现在还痛。现在没有刚刚那么痛吧？这个医生治不痛吧？你之前都来这里治过的，哥哥也来这里治的。有些事不是不能因为怕就不做，如果你怕痛你就不治的话，那以后就只能天天痛，而且那个牙齿就以后就用不了了。怕就要克服它，不能因为怕就不做，懂了吗？妈妈，手劝你。你看治你一颗牙齿要去200块不？我去200块。哦，你以为呀？所以要不要保护牙齿？200元。所以说你要不要保护好牙齿？你不保护好牙齿啊，以后还要。